中大話有8個學生有違規行為，危害校園安全被警告。中大向學生發信話，過去幾個月收到多宗投訴，話有學生嘅違規行為危害校園安全同福祉，校方會執行多項措施。如果學生拒絕出示學生證，出現侮辱或者攻擊保安等人員，會收到警告信或者係記缺點，甚至開除學籍。中大話截至星期四有8個學生被警告，一個人被記過，畢業之前要完成義務工作。另外4宗個案正係跟進。中大自2019年底起要求學生入校園嘅時候要出示學生證，如果未能夠提供，有機會被拒入校園。